大家好，欢迎大家点击这个影片跟我一起来玩集合啦动物森友会，我是魏维。今天的动物森友会里面，我们要制作一个很特别的房间，我们想要制作一个录影的摄影棚。为什么会有想要做这样录影的摄影棚哦？我是看 YouTube 里面有一个 YouTuber 他做了这样的摄影棚，那原始的连结我会把它摆在这个影片的叙述内容里面。那刚好我跟我老婆我们在录一个广播节目叫极品夫妻，我们也需要一个摄影棚。我跟我老婆都很喜欢玩动物森友会，所以我们希望之后录极品夫妻的话，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动物森友会的游戏里面录跟动物森友会相关的内容。因为这样子的因素才想要做一个录影的摄影棚。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一起做的话，我们现在就开始咯。集合啦动物森友会。那我从最原始的布置开始，找什么都没有，我来贴一个夜景墙，马上就有脱口秀的感觉，夜间脱口秀的感觉。接下来我来铺一个地板，这个地板是 Nook Ink 的地板，其实只要深色的地板就可以了。摆好了地板以后，我们放一个摄影棚一定要有的道具，就是摄影机，放在这边。然后这边我也来放一个摄影机，这边。那中间我来放一个地灯哦，因为这个是夜间的节目，所以要有地灯看起来比较豪华。我来把摄影机打开来，哦，它真的可以运作。摄影机是摄影棚很重要的道具，另外一个摄影棚很重要的道具就是灯光，我还放个聚光灯在这边。那另外一边我也来放个聚光灯哦，对称对称，这边我来放个聚光灯，聚光灯旁边我来放另外一个地灯，这边，然后再放个聚光灯在这边，灯光才会够亮。这边我来对称一下，来放个地灯。然后这边我来放个聚光灯，打灯一下。推过来一点点，在这边。现在灯光、摄影机都有了，感觉就很像摄影棚。在我放其他家具之前，我来放个地毯。我准备了一个零钱袋地毯哦。这个节目准备要赚钱了，然后我来放一个双人座沙发哦，来宾要坐沙发，在这边推过去一点，推到这里。接下来主持人要坐的地方，我放一个桌子，我在主持人桌上放一些摆设，放一些杂志，然后再放一个马克杯。可以喝咖啡。马克杯我想把它转向看到 logo， 所以我按上下左右键的下键，然后选到马克杯，按下 A 就可以转向，哦，这样就可以看到 logo。 除了这个以外，我想要把我的地毯拉过来这边一点点，我放在这里，然后我来放个主持人的位置，放在这边，这古董椅子转向一下，旁边来放个植物装饰一下，我放个叫黄金箔，另外一边我也放个黄金箔，平衡一下，对称对称。然后脱口秀节目里面一定要有音乐，要现场音乐，我在这边摆一个爵士鼓组合，然后来摆一个吉他。那我还是到编辑模式去调整一下他们的位置，比方说把这个鼓放在这边，转向一下，然后吉他摆在这里，我也转向一下，像这样。这个脱口秀有时候会请来宾来唱歌，所以除了音乐以外，要放个麦克风在这边，放个复古麦克风。然后唱歌区这个地方，我来放一个地垫，小型黑色简约地垫。我到编辑模式去调整一下他们的位置，比方说地垫我放在这边，麦克风我放在这里。再来，我打算布置后面，这边我来放个熔岩灯，
一路放过去。接下来我还放一个壁炉，感觉非常的温馨。壁炉上面有装饰的任天堂，为什么会跑出来任天堂？因为这个是动物森友会的游戏，所以有任天堂的 Switch 在这边。然后我来放一个电浆球，把它打开来，这样节目进行的时候，这边会有那种在动的感觉，比较活泼一点。旁边我来放一个点唱机，点唱机旁边我来放个植物，思兰，这边。在旁边我来放一个这个伺服器，我不知道放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放伺服器，把它转向一下，亮亮的，蛮好看的。那旁边我来放个伺服器，就是我不知道放什么时候，就是伺服器就对了。转过来，那伺服器上面我来装饰一个这个效果器组合。我再把椅子搬过来，那旁边对称我来放个植物，也是放一个思兰在这边。再继续旁边这边我来放一个效果器，音效机柜啦，放在这边。我现在在录音，那上面我来放一个盘式录音机。那接下来这边我来放另外一个音效机柜，粉红色的音效机柜有点怪怪的哦，不过我刚好是只有粉红色的。那如果粉红色的音效机柜上面我来装饰一个效果器组合，也是粉红色的话，就感觉不会那么奇怪了，是吗？不过它的位置有点怪怪的，所以我调整一下，我想要把它转向一下，像这样。做到这里，地面上的装饰我就装饰好了。接下来我想要把一些东西挂在墙上，那我来挂一个聚光灯，再挂另外一个聚光灯，然后再挂一个壁钟，然后调整一下它的位置。玩家号，然后把这个壁钟放到这边中间这里，聚光灯把它放在两旁，一个放在这边，不要太旁边，也不要太中间，这个放在这里。调整好了以后，继续放其他的东西。我还放个紧急逃生出口，来放一个开关，来放一个监视对讲机，还有空调。我来调整一下他们的位置，把空调放到这儿，放下面一点，我才看得到这边有空调。然后把开关放在这边，这是单纯装饰的开关，没有用途的开关。把对讲机放在这里，把逃生出口放在这边，像这样我们就布置好了摄影棚。之后可以邀请我老婆来我的岛上面，一起来这边，来这个摄影棚录极品夫妻。我可以把这个音响打开来，可以播放音乐，我来放个 KK Disco。 一放了音乐以后，旁边的点唱机也亮起来了，那我就坐在主持的位置上面帮大家主持节目。这就是今天的动物森友会，感谢大家收看，希望有帮助到大家玩游戏。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我是魏巍，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